路边的小摊总让人着迷，我就做了个十里飘香的臭豆腐上头。豆浆可以是饮品，也可以做成菜品，更可以当主食，甜咸诱人。我差点原地去吃啊，那味道瞬间蔓延开来，猝不及防。那个不就菜说多了，那没成。那什么，那是隔壁邻居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豆腐马上配菜，倒上卤汁，再倒上自制的灵魂辣椒油，和和均匀，尝一口，是爱情的味道。抛弃外卖吧，我养你呀。